炒丝瓜变黑是我们广大同志们的头疼的事情啊，怎么能不变黑呢？一，我们要选用不锈钢的刀，因为铁刀可以促进丝瓜当中的淀粉氧化，叫三氧化二铁，主要是丝瓜中含的淀粉氧化之后的所致。那我们要先通过油作为一个导热体把它全部盛出之后，再通过水焯去它多余的油脂，也防止影响我们吃的时候的一些口感。因为所以，科学道理，请跟我一起随学随用。